人大家都好中意嚟啟德啊！除咗有全新開幕嘅商場之外，其實附近仲有好多咖啡同埋好嘢玩噶。咁今日就等我帶路同大家嚟個一日遊啦！出發！由 Mira 成員 Ajie 主理嘅咖啡，以大自然為主題，採光度都好夠。咖啡主打多款主食同埋甜品，其中甜品仲係植物造型，呼應翻咖啡嘅主題。 9月份先正式开幕嘅新商场，入面有超过100家美食餐厅同埋生活家品店，以及多间特色本地品牌，仲系宠物友善商场添。嚟紧仲会有全港首间喺商场入面嘅室内冲浪场，嚟到 ASI 就可以试下呢一间新派嘅中菜餐厅啦。餐厅以大自然主题装修。 环境好舒服，传统嘅粤菜都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。食饱又有力再去玩过啦，下一站嚟到钓虾场，开始之前会有职员讲解钓虾嘅技巧，勾好虾脷就可以等虾上钓，等大约10分钟就有收获啦。 而家正值大闸蟹嘅季节，连蟹都有得钓。钓完仲可以即场食，有多款口味选择。呢一间室内射箭场有18条靶道，可以挑战近靶、18米同30米靶道。记者今次就试玩反曲弓射箭，全程都有专业嘅教练指导，就算零经验都好快上手学得识。最后一站嚟到邮轮码头。 一上到顶层嘅空中花园，就可以饱览180度无敌维港景，仲有唔少绿化空间同埋大草地，放假嚟行下都好惬意。今次一日游嘅行程好丰富啊！大家放假嘅时候，不妨都去走翻转啦～